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采用了全新黑金配色的智米直流变频落地扇三黑金版。智米直流变频落地扇三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模拟柔和自然风的同时，可以像树木一样释放清新的负离子，从而降低环境中的细菌和灰尘含量，有效地呵护敏感体质的易敏感人群。产品还内置了温湿度传感器，可根据环境温度变化自动调整风速。仅重 3.5 公斤的机身内配置了 33.6 瓦时的锂电池，满电后可续航20个小时，无需接线，带到户外使用也是非常方便的。除了机身按键，风扇支持小爱 AI 语音操控和米家 APP 的远程操控，可以自由实现100档风速调节。同时也贴心地配备了蓝牙遥控器，无需刻意对准风扇，家里老人也能轻松使用。采用直流无刷电机配合气雨扇叶，不仅有效降低了风扇的运行噪音，夜晚使用也十分的安静，并且可以将能耗降低至2.5瓦，清凉一整夏只需不到1块钱。目前该产品已上市，官方售价699元。